金朝从完颜亮开始改变了国初以来一直是皇族弄权这种事儿，越是女真族以外的大臣在完颜亮一朝越受到重用，大家都沾沾自喜，皇上比前面杀掉那个好，有道明君，因为他只杀完颜，完颜都被杀了我们才要出头之日，所以这皇上好。完颜亮啊，本来想着啊，我把完颜们杀光，这些人应该对我忠心耿耿吧？没想到，他手下头号大谋士萧玉反了。他觉得完颜亮啊，早晚要杀人灭口，怎么办呢？我先下手吧。萧玉就派自己的使者啊，找到当时手握重兵的一位契丹族大将。这大将一听说是萧玉啊，那好吧，你让他给我来封信。萧玉就真傻乎乎的给人写了封信，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。这位契丹大将快马送往京师，完颜亮一看这封信呢，五雷击顶啊！你为什么谋反啊？萧玉就回答：咱们约定同生共死。结果呢，那些人都被陛下杀掉了，这事儿早晚要落在我身上，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。皇上一看，行。你真够诚实的，说咱俩的交情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那你这防卫过当啊，你这属于，我还没说杀你，你这防卫过当啊。皇上动了感情了，哭了，萧玉也哭了，我就是觉得他想杀我，所以我就造反，没想到皇上他没有想杀我的意思，你看这事儿搞得误会了。萧玉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敬请收看《塞北三朝之今》第十集，海陵篡位。